多的不说。嗯，有的时候主播会玩吗？这把的话，如果能超神的话，一个半卡可不可以？多的不说，超神一个半卡，敢不敢？敢不敢赌？爆头！爆头！听说你必须了。爆头！爆头！互戳呗，咱互相交技能呗。爆头！嗯，爆头，喝药，插蓝，放桶，炸道，好，喝药加速，爆头 ，A 你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，放桶。敢过来补刀，你就死了。又一个爆头，这头没中，中了他死了，有点稳。爆头，嗯，气不气？嗯，还要补啊？这么点血不回家，那你，那我就要越你塔了。这么点血你不回家？不给 Q 啊！啊！我的心是铁做的。你干嘛呀？这波头这么多兵线吃不了，气不气？嗯，留了。这么多兵线他没有吃，就问你气不气？回家。船长的话出神圣分离器呢，还出西兰刀呢？这是个问题啊，咱们回家先买一个耀光。嗯，对面就补了五个刀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嗯，我也没有吃几个，但是我吃到经验了呀。讲道理，他没有吃到经验。那么我经验吃到了。miss 了。我补不了刀是因为我想杀他，我想线上单吃他，漏了一些刀，放桶，想搞皇子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怎么死了呀？讲道理，这也能死呀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也失去灵魂。炮车他吃不到。放桶，小二连来一个 ，Q 你，打野凯隐先插野，放桶 ，Q 你。看看你吓的，嗯，放桶 ，Q 你，我其实不想补刀，我想杀他，嗯 ，Q 你 ，A 你喝药 ，A 你 ，Q 你喝局。操了个地仙，他怎么还有点燃？我操！那他妈就上当了。来个神圣分离器，那亏了。伤害这么高吗？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呢？嗯。
不回。六级了，六级我感觉打不过他了。他六级的话有大招位移，他只要粘到我就跑不掉。等他过来。嗯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Q 你。嗯。这个人很烧啊。我居然二连捅中不到你，我三连捅还中不了你啊。啊。Q 你。救你，气不气啊？那空线嘛，你要不补刀，那空线嘛，那咋了？嗯，银蛇臂攒一个。放个桶，身后放个桶，扔给鲨鱼，爆头，嗯，换技能，手枪还是弯刀？干啥呀？打野来了。不是你把鬼子全引来了，我以为你二打二呢，实际上他妈是一打四，我靠，还好换了，不是特别亏。他咋把人全引来了？带个神圣分离器吧，挺好用。一次转身得到嗯，换了。换了咱不亏，咱小赚。太他妈惨了，还让他蹭了个助攻，你说气人不？不引来我也活不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都对，救你，炸你，别给他再杀了呀！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怕个鸡儿。好，你来打。我靠，这个人老想杀我们家大爷。给他捡到了！我 Q， 我一，我 Q， 我 Q 一死了吧？交闪，喝药。给 Q， 这都不死，一捅。爆头。又一个。他们对风采一无所知。爆头。想跑，这你不杀我也大的。这他一直来抓你，不抓他，我靠，这你能忍？你大爷的，一枪崩了你，漂亮。掐个塔皮不过分吧？吃个塔皮不过分吧？再吃个，吃两层塔皮，
我这把补刀有点少，这把跟他全正在打架，不，他也不给我补，这是干啥呀？喝局亮牌，来进入我的身体来，但求一死。你还没见过天吗？他也不进入我的身体，不进入我的身体，回家出一个神圣分离器。嗯，鞋的话，咱们买一个布甲鞋。下一件的话，买个啥呢？收集者可以来一个神圣分离器加收集者。嗯嗯，这一波出来起飞了，兄弟们。接下来我这伤害就很高了，一个桶应该可以清波线吧，可以后排兵线可以清了，插个眼，放桶 miss 了，可能又去搞皇子了，放桶，这两个人不会过来阴我吧，有点像的感觉，我在 Q 你，嗯 ，Q 你，嗯，拿峡谷了，我得走了，炸你，嘿嘿，气不气？嗯，想搞我？炸你！炸你！嘿嘿。嗯。太猥琐，不好杀。嗯。真不好杀，他这个这么玩的话，还确不是很好杀。救你！放桶，能越他塔。嗯。来过来来打我来，我技能都空了，你不打我，喝药，这你都不上啊？我就可以来抓呀，杨大力，爆头，他死了。干啥呀？直接 A 阶点燃 JQ 死了。嗯，气不气？压死你！啊推，啊推，啊推！嗯，鳄鱼来了！啊爆头，喝成汁！操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浪了浪了，收集者来。咱这个装备没有暴击的，咱这把不能出暴击流，咱这把出那特效流。嗯。A 大 A 咳血，交铲他没大，这看起来就没大呀。啊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遗迹。我不气啊，我中路优势我气啥？等一下看我打团，别急。咳咳，你妈的 ！A A A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跟我站路，你气不气？嗯，我都不知道这个网豪还不走，我靠！你说走就算了，你还不走，我靠！这他妈不能忍！啊，爆头！再推一波线吧，十二级了。
压他两级还可以。给我吃吗？我操，兄弟，这一把必死你，这把不死你我都对不起你。一头听说过一桶超人吗？操，但凡，这个对面辅助给咱秒了，收集者买了血手，来一个怎么样？漂亮，死了，到 ，nice。下一件的话，买一个回复回复。这把的话咱们第二件第三件出一个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打不过，好，溜溜溜，别打别打。哎，我操！这我靠，兄弟，有点下饭，没有看懂。下一件来个重伤，正有此意，有点下饭。但是三个桶，来个三连桶，先推塔。这里没有视野，插个视野。亮牌，银蛇币可以合了，咱现在已经可以合一个银蛇币了，捡回复来。那捡回复的话，咱就出这个，咱就不出反甲了吧。死刑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死刑买一个，死亡之女来吧，增加爆发。现在伤害应该还可以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，能给他框框住吧？直接开打，一刀，两刀，三连捅 ，A Q， 我靠，没 K 到，我日你哥！我的大跟皇子的大。挺好配合，偷个鸡吧，偷个鸡。不用管，咱们去吃大鸟。别怕，一桶。A。爆头，勾引一下，他不来，我操，麻烦，差点死了。算了，上不了，上不了，上不了。这 ADC 怎么每次死了就点投降啊？神经病啊！我虽然失去了船。是不是沾点脑溢血？一头爆头 ，nice。我再别怕，我有伤害的，一头二连捅 ，A， 喝菊交闪，我操，坏了。爆头，我操，五个人，我这里四个人，咱们好像不能二打四，那最后再来个暴击吧。二十，现在是四十的暴击，
四十暴击买个无尽，再买一个这个神装了，可以吧？嗯嗯，上 ，nice， 但有大的，那感觉没必要合，我感觉没必要合他，合个青羽先，把这卖了。啊，没必要这么出，没必要和他，和他浪费了，先把大青羽和了。捡恢复，刚才捡了700多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觉得咱们乌威武团一下吧 ，ADC 反正。他就一直单待了，团吧团吧，不用理这 ADC， 别理，交闪了，别怕，卡通。还注意啊，加速，来我来保护你，不要慌。哟，哟还，哎呦还加速啊！给你加速，嗯，小痛，给你，不行，我操，很烦，给，哎，漂亮，那不赚了吗，兄弟们 ？EQ， 我操，帅，帅帅帅，这一招太帅了，哎，好 Q 啊，这个 Q 太帅了。把它卖了，大青鱼来一个，嗯嗯，最后再来个无尽，打野对面中路是交闪先过来的，应该可以打得过，他没有出捡回复。哪一位？傻逼！我操！哎，我的验证码是什么意思呀？无缘故给我发什么验证码是干嘛呀？嗯，来个蓝 buff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更多火药。我来把这个峡谷给他拿了。嗯，捅，哎，给钱，我有大不慌，我有大的，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我操！兄弟，这一波你怎么赶的呀？我偷塔可厉害了。嗯。那只能偷了，没办法，拿个红溜了。嗯，清算就要来临了，好多脑瘫呐、啊！这个心态玩什么游戏？这个心态玩俄罗斯方块都费劲了，他们过来打小龙，偷袭一下。好活、啊！操了个地界！嗯，爆摔！怎么感觉可这么难打呢？这把游戏，无尽来一个，
这么出也行，最后再补个武进，对吧？但是这么出也不行，差个700块武进，等个打个700块。嗯，这把 ADC 不好好打。感谢你爷爷，我过一本线了，送的飞机啊！感谢你爷爷，谢谢你爷爷。你过一本线，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嚣张吗？嗯。不存在点吗？你放心好了。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出肉，全出输出。我靠，这皇子怎么抢的？这一把还能出输出啊？等我无尽，守个塔，守个塔。好肥啊！我靠，这个逼好肥啊！我投降了，有点折磨人。他们想一波，出去举报了啊！我要举报你喽！哎呦，我有赢过呀，没有赢过呀。无尽做了，感觉还可以打一打，尝试一波。这么菜，瓦豪的话15级应该打不过吧？你想跑？这啥意思呀？更多火药！卧槽，还有个打野，我吐！嗯，我伤害还可以啊，我伤害不低啊，咱们伤害挺高的，团呢团呢团，爽到极点！嗯。机会，点蓝，点蓝，点蓝，点砍你，暴击你，暴击，暴击，嗯，嘿嘿，哎呀，我靠，大跌大跌，暴击，嘿嘿，气不气？还是哎，团灭了。我这个无尽做了，我伤害就高了。往前推，溜了，捡回复，来个繁星的提醒，再来个愤怒合击。小龙拿一个呀，他们再拿个小龙土龙龙魂了，赶紧拿小龙来。嗯，
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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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前埋桶，提前埋桶。好，团一波，团团团，好。打前排啊，打前排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。咋了？你能飞我呀？你要把我秒了，我直播吃屎，好吧？正好饿了。哦，两个敌军。哎，哎，赢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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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你！想跑是吧？想跑？你想跑？哦，你跑？你想跑？听说你在塔下。哎，我操！哦，嘿嘿，小兔崽子给我逮到了吧？抱你鸡，气不气？一波了，这把不就翻盘了吗？这把谁 C 了，兄弟们？大声的告诉我谁 C 了？一波了，来了 ，E 配上耀光推塔贼快，推塔。再推，推，哎，你看推塔贼快，你看这个，嗯，